60年属鼠的，师傅你看一下他身体，上次断掉了，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那个灵性，有多少个，要多少张小房子。男的女的？60年属鼠的。男的女的？有个肿瘤。女的，女的。60年老鼠是吧？你就直接告诉我，你就直接告诉我肿瘤是吧，我帮他看肿瘤就可以了。啊，肚子上有个肿瘤。腹部嗯。对对对，腹部就是腹部。嗯、哎呦。这个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哦，蛮大的了，现在蛮大了。对，很大。嗯。现在都不能做手术，现在医生。有一个灵性呀，哎呀。嗯，有一个灵性。哎呦。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哎呦，都看不清楚，这个是男的女的，这个灵性。瘦瘦的。哎呦，瘦瘦的、啊、皮包骨头一样，嗯。哦，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，师傅？一看嘛，就是来要债的。嗯。等等啊。是的。嗯。嗯，感恩师傅。87张。87张，放生要放多少啊？放生慢慢放吧，2000条。2000条，师傅，他这个关能过吗？因为他还有肺癌，然后现在肿瘤肚子也开不了刀。我看看啊。他吃全素了。他几几年？刚刚吃吧。60年属鼠的女的。刚刚吃啊。他59岁关，这关不知道能不能过。哦，很危险哦。很危险啊。嗯，关是过啊，59肯定过，过了之后死掉的。哦，50过了之后、哦、过了之后死掉，过了能够撑过这个59的话，他大概也会走掉的呀，很快。嗯，很快啊。嗯，你不要以为撑过59就不死了，我可以告诉你、哦、他这个是他这个业障很重很重的。对，是他确实业障很重、嗯、师傅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他这样，是前世还是他今生造的业？前世今生都有。那我就告诉你、嗯、那他这个人的脸呢是比较大一点的，这个人呢，对，脸有点大、大的、然后呢他曾经啊在前世啊、嗯、在前世应该搞什么啊、花烛炮啊什么东西啊，把人家炸了。前世搞花烛炮把人炸了、然后今世呢他年纪轻的时候呢他又比较横啊，听得懂吗？强横的、啊、性格强横的不得了，明白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师傅你说的很对啊，不卖账的呀，他什么都不卖账。因为梦里边师傅也说是一个前世的什么缘分来找他了、对呀、把人家他才这样的，把人家炸死了他就来了呀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师傅，我再插一句，他梦里还说他就是他原来地府威望很高，把什么打散之后才这样子的。是啊，现在明白了吗？嗯，就是说、那他这样，他本来是应该到地府上来、上来应该惩罚坏人的，结果他这个是没有做好，没有做好呢，就我说的是他、我说的是他的潜意识啊，结果他非但就是，其实讲到底就是做了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应该人家应该做个护法神，应该非常的公正不阿嘛，但是呢他就等于帮人家为了抵消，就是帮人家消掉这个罪孽，对对对，他就制造了一次什么像鞭炮爆炸一样的东西、结果他一想，师傅，他现在那个阳寿还有吗？现在59啊。59，嗯。阳寿是有啊，但是这个，如果就算有的话，他也是非常坑坑洼洼的呀。对，明白了。很麻烦的。行，那师傅他现在在化疗，要化疗几次啊？你看看这样子。哇，这化疗很痛啊，对他来讲。对啊，是啊。头会晕。就真的活受罪。真的活受罪，就是等于地府的业呀、提早拿到人间来报了呀。哦、听得懂吗？好的。给他叫他赶快许大愿吧，他还想不通，他有资格想不通不啦？没有资格，听得懂？
想不通也要有资格的。好的。好吗？好的好的，我让他听录音，咱师傅能在求观音菩萨保佑他，能够希望他可以，然后呢让他能够治疗能够顺利，希望他可以度过难关。他女儿和他自己相信不啦？喂，他自己相信不啦？听不见了。他自己相信会有一些好处，他自己都不相信那就麻烦，叫他赶紧许大愿好吗？好了，那就这样。